哇哇！你这全网都没人知道，这是什么原理？我教你，随便找一下位置，用铁虚泡沫贴吧，我们也来试一下。假小老师居然被我爸妈躺在了书桌上，大力神灯在上，意思是边塞地区。大力神灯什么？夏天什么？是快乐星球。 What？ 你以为他只是一个护眼台灯，没想到他还能帮你检查作业。你以为他只是一个家教老师，没想到他还能是你爸妈。小妮啊，我刚刚在手机上看了，你多出很多道题啊。护眼台灯加学习机加防疫笔再加视频通话，一张大力作业灯就够了。现在还送地球仪，还要什么快乐星球？网红代偿蛋白棒到底是不是智商税？没了，我买的是新生活会的组合装，这个 B 蛋白蛋白棒口感爽爽糯糯，跟糕点很像，平时一顿正餐8-9百大卡，而这一根只有120大卡左右，大概跟一个苹果差不多，却能顶我一顿晚餐，而且不含蔗糖，用的是剔除多余脂肪的分离主体蛋白，因为是小分子蛋白，所以易吸收代谢快。而那些带巧克力涂层的蛋白棒用的是代可可脂，属于反式脂肪，更不容易代谢，所以不是所有的蛋白棒都适合代偿。七种口味吃下来，我最喜欢的是牛肉味，鲜甜坚固，口感丰富，有种在吃肉松饼的感觉。有选择困难症的话，买它就对了。据说叔叔 BY 能暴露出你是哪种人，剁手党是包邮，保鸡党是半夜，学霸党是榜样，颜值党是包养。我是游戏党，出来的是白白银。我努力了3年，还是白银。肯定是手机屏幕太小的问题，垃圾东西打掉。屏幕小，玩游戏眼睛酸，投屏电视又不支持高帧率，搞不好还会有延迟。所以我这边最近测评的所有热门玩具，重金求一款能支持120帧低速度延迟的4K游戏电视屏幕。就你这破玩具，不会真的有人想要吧？首先，它得是自带游戏模式的全面屏，画面要生动逼真，明暗细节分明，还要低蓝光辐射，保证看久了不伤眼。有上帝立体黄照生长，那就更完美了。有粉丝帮你找到了？不是吧？原来真有这样的家电啊！索尼游戏电视全面屏，刚好京东家电五一大促，有10亿换新补贴，最高优惠20%，换新你的生活，换取好赖羊毛。不过是谁帮我找到这个屏幕的？出来这里一下，惊天大价，王者多位以上才能购买的七七刀。两种新的款式，包装做的倒是挺精致。今天的主角是这款厚于皮肤的引力盒，五层刀片的宣传刀头，无死角贴合皮肤，一套连招，寸草不生，挡却像白纸一样，对人一点伤害都没有。我说了你们也不懂，毕竟收割虎子王者级，使用技巧轻动机的七七刀，那可是大神标配。虽然双旋电动的，用起来似乎很方便，但当要清洗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什么叫麻烦。不但要不停反复回血，而且效果对比起来，简直就是一个王者一个人机，配合足量的刀头，一口气用上1-2年。那你倒是解释解释，为什么只有王者段位以上才能买？评论区自己看大成解释。一个只能往上吃的软糖到底是什么来头？还真不是普通的零食软糖，一家很潮的糖果公司 Buff X 出的 Buff 糖。男孩子可别乱吃。买了。这种 Buff 糖表面看着就是诱人的糖果，入口鲜酸后甜。你还别说，这 Buff 糖还挺好吃的，而且是零蔗糖的，就这么两粒，微细的糖量就相当于半个柠檬。它含有100毫克的 GABA， GABA 的好处请搜一下就知道了。但记得可别贪吃哦。我去。这绝对是特效吧？来了，就一个普通的游戏机加一个小摩托，弄几个螺旋桨就能上天。装上电池，我们也来试一下。你咋又换新手机了？原在抖音上买的，上面全是官方授权赠品，现货不用等，买华为、苹果都有活动。再回来看一下现货。不错。细节做的倒是挺精致的，为了让大家看清楚，我一次买了3款，直接来看一下效果。听说打出别日，然后一直往下按，就会出现你最害怕的东西。唉，不知道有谁跟我一样，每次做饭火候都把握不好，油烟又大又呛，搞得身上全是油烟味，又苦又累，出来的食品全是这样。但是万万没想到，就为我做饭的居然是一个炸鸡架，自带智能菜单，选好菜式一键就能智能烹饪，有定时定温功能，就连我这种厨房小白都能轻松做出大厨级别的精致美味。搭载了烘焙系统的美的极光炸鸡架，论做饭我还要等到师傅。我最喜欢的是它的9段火力精准调控，火力温度看得见，让我炒起菜来更加得心应手。搭配美的极光油烟机，每分钟22立方米的超大吸力，高速直排还能阻挡油烟上脸，就算是爆炒也没再被油烟呛到过。最方便的是一键自动清洗功能，通过高压直喷充分洗刷锋轮的油污，挥手就能控制开机和调节风量，不用弄得到处都是油，非常便捷，一碰即连，科技感满满，美的极光一碰就行动。
你喝过真正的矿泉水吗？喝之前先看看杯面，只有标有军民包有枪械的才是符合国家标准的饮用天然矿泉水。你是不是还傻傻分不清天然水和天然矿泉水的区别？大部分天然水用的是地表上的水，而天然矿泉水是地下深处自然涌出，我通过钻井采集的，开采必须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，非常严格。说一个你绝对想不到的事情，你居然也出矿泉水了，试试。我们平时喝的纯净水和天然水大都是弱酸性的水，而伊利的伊卡尔活泉经过猪螺性火山岩层百米层滤，开采深度大于100米，呈天然的弱碱性，能够补充身体所需的微量元素，适合人体长期饮用。由于含有火山矿物，口感喝起来很甘甜，也可以用来为敏感肌肤补充水分和矿物质，而且它还是伊利集团荣誉出品。你确定不试一下吗？你们觉得这算不算虚假宣传？它这个是双层密封，很厚实，不漏水，还可以反复使用。平时买来的蔬菜、水果、生鲜、肉类都可以放进去，可以冷藏，也可以冷冻。出去玩的时候可以放孩子的小衣服，还可以记录存放日期。快乐。一盒30克，标注了食品级 PE 材质，密封到很厚实，也确实是双层密封墙。我们直接装满水，测试一下它的密封性。我操，一滴水没漏，放到冰箱还不容易穿坏。家里有冰箱的可以帮他。闺蜜的男朋友给她买了个鲸鱼杯，一喝水小鲸鱼就会喷水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我看了一眼不动于衷的男朋友，赶紧自己买了一个。会喷水的杯子，那不是实验室的。快乐，我有杯子，我不喝。哎，就是碗。这玩意怎么不会水啊？你没掉水怎么喷？造孽！我操！抬头看着星星在唱歌，他的呼吸好似对我说：解压包子，今天要是捏不爆，我就把它给吃了。来了，这个仿生包子不能说毫无香港，只能说一模一样。就是你的。谁拿我的小胖？嗯，这都没坏，不撤了，下一家。嘘，听，我走。那车就慢慢走。你说这不是特效，我都不信。来了，乍一看其实还挺塑料的，花了我半个月工资啊！直接看下效果吧。我操！倒一杯白开水，它都能照得像一杯甜汽水一样。白色呢，就是你倒什么颜色的水，下面的雪山就会变成什么颜色。当我是乡下小孩吗？这玩意还能变色？妈的！小子，虽然玻璃很厚实，但也没有特别惊艳啊。倒上清水，哇，还真有甜汽水那味啊！不过这个透明杯能变色，我还是不信。我走。So bright, it's hard to breathe, but that's alright. Hush. 我走。这明显就是假的，好吗？傻子才会这。试试，把牙膏挤进去。啊？也没什么反应啊。这个号称眼镜的小沙发，据说99%的人都用过。打个比方，同样的体重，一个坐硬板凳，另一个坐沙发，那感觉能一样吗？材质是奶嘴级硅胶，柔软不会发黄，戴久了鼻梁也不会有压迫感。快乐，这智能鼻头看起来跟原装的没什么区别啊，不过确实比原装软。到底好不好用？我们测试一下。Later， 体验了一天，没有压痕是不可能的，但是鼻梁压迫感更小、更轻松，确实比原装舒服。别只顾着点赞，而且你最好的朋友给你买。